只要伤我家人，我就敢打人。对于亲人，狄英有着偏执的保护欲。他两次为了家人出头，暴打工作人员，护子心切，大骂吴宗宪：“你凭什么讲我儿子愚蠢？”作为母亲，狄英对于儿子有着过度的爱。儿子进监狱后，狄英为了救他四处奔波，还责备自己该教的都教了，就是没有教他不能乱开玩笑。而作为娱乐圈的前辈，他却嚣张跋扈，得罪了许多圈内人。他曾怼小 S 生不出儿子，像你没有儿子多好，拍戏时像打保龄球一样把拦截音踹飞，打谢丽金打到对方有心理阴影。面对大众的指责，狄英不仅没有道歉，还嚣张地说：“被我打过的都会红，害人终害己。”当狄英的家人出事后，很少人帮他，最终落了个四面楚歌的境地。听娱乐八卦，聊明星故事，就在娱乐白晓声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狄英的故事。60年代，狄英成长在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中，爸爸早逝，妈妈独自抚养四个孩子成长，生活十分艰难，而孤儿寡母又免不了被别人欺负。彼时小小年纪的狄英，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，保护家人成为他最大的愿望。狄妈妈唱歌仔戏谋生，狄英便从小在剧团长大，舞刀弄枪的功夫十分了得。如果再有人欺负他的家人，狄英会拿着武术刀追着那些男生满街打，下手又狠又重，打到对方求饶才罢休。童年的经历让狄英形成了暴烈的性格。13岁时，别的孩子都在上学，狄英却要站在舞台上伴舞，赚取生活费。平日待在剧团里，狄英也学到了戏里的价值观，忠孝节义。他对妈妈说：“只要你不改嫁，我养你一辈子。”青春期的狄英缺少管教，就像一匹野马，肆无忌惮地长大了。17岁，他离开了家乡，去台北谋生。临走时，母亲嘱咐他：“你不要再和人打架了。”可惜狄英并没有听进去。在姐姐狄梅的介绍下，狄英进入叶青的剧团里唱歌。歌仔戏没落之后，又转型去演戏，成为了电视明星。在娱乐圈混，狄英靠的是豪爽讲义气。他经常和男生在外面聚会喝酒，每次喝酒，狄英先自己干三杯，以示敬意。靠着豪爽的性格，狄英在黑白两道都混得开。他也成为了张帝、张奎、张飞的好友。这些在日后台湾娱乐圈的大哥，狄英自然不愁没有资源。80年代的包青天，90年代的何日君再来，都是狄英的代表作。凭借好人缘与好作品，狄英一度风头无两，事业上顺风顺水，生活中爱情美满，年少得志。可狄英不懂得珍惜，反而愈加的嚣张。整个演艺圈里，我只给小燕姐面子。谢丽金在节目中吐槽，与狄英合作拍戏时被狄英打到留下了心理阴影。狄英不仅没有道歉，还回呛：“被我打过都会红。”除了言语尖锐，狄英的身份也发生了转换。从前狄英是被他人欺负，如今狄英却主动欺负他人。男友的道具没做好，与剧务起了冲突。坐在一旁的狄英看见了剧务骂脏话，火冒三丈，拿起地上的道具追着剧务打。表弟和临时演员打了起来，狄英不问原因，帮着打了临时演员一顿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反正只要打我家人，就是对方的错。除了家人的事情，在工作中只要惹到狄英了，就算对方是明星，他也照打不误。1992年，狄英在拍《半生缘》一事情遇到了蓝洁瑛，彼时蓝洁瑛耍大牌和爱迟到的行为令狄英十分不爽。某日早上，蓝洁瑛再次迟到，狄英没有忍住火气，他跑到蓝洁瑛住的酒店，等蓝洁瑛刚走出电梯，一脚踹了过去。其实他过来的时候稍微被踹一下，他那个冲力，然后那个地又很滑，他直接是滑到后面去，好像打保龄球。狄英本来还想补踹一脚，幸好同剧组的工作人员拉住了狄英，他这才收脚，扬长而去。后来狄英将这件事作为笑谈，在综艺节目中说了出来，一时间他的凶猛暴力被无数网友抨击，但狄英毫无悔意，直到蓝洁瑛去世也未曾道歉。这样的狄英目中无人，嚣张至极。但狄英并非没有克星，身为大姐大，在家庭中的狄英是妥协与偏激的。1998年，狄英与孙鹏因戏结缘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2000年，他们生下了爱的结晶孙安佐。可就算有了小孩，狄英依旧我行我素，顾得上姐妹就顾不上家人。她经常出门喝酒，与朋友聚会到深夜，花钱如撒钱。孙鹏抱怨：“我辛辛苦苦录节目当主持，收视率要破1点才有3000块的奖金，而狄英呢，每次喝醉酒给小弟的代驾费都是3000块。
狄英依旧我行我素，为了这些事情两人没少争吵。2004年他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，离了婚。离婚第二天我就后悔了，因为要面子，狄英并没有挽回孙鹏，反而用一种偏激的做法来结束这段感情。我有必要供认我有一点自私，我为了不让自己再痛，为了不让自己不舒服，所以我带走了我的小孩。当他牵挂他的父亲的时候，我私底下彻底不谈到孙鹏。离婚之后，狄英禁止孙鹏与儿子见面。为了弥补孩子，狄英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的培养上。我儿子以后是要成为栋梁的人。他让营养师为孙安佐配置了专门的食谱，一天花7个小时来监督孩子吃饭。吃饭时不用自己夹菜，狄英帮他夹。在狄英的强势关爱下，孙安佐只能接受，不敢反抗。就算平时想爸爸，也只敢偷偷告诉老师，我想抢同学的爸爸，因为他爸爸好好。直到老师将这话告诉了狄英，他这才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允许儿子与孙鹏见面。时间久了，在儿子的牵线下，狄英与孙鹏旧情复燃。2007年选择了复婚，破碎的家再次复原，让狄英倍感珍惜。上次离婚是因为顾得上姐妹，顾不上家人。复婚之后，他便与自己的结拜姐妹全部断交，将全部心思都放在家庭上。从此之后，他上节目都自嘲我没有朋友。狄英改变生活的重心，不变的是对儿子过度的保护与控制。早前在一档节目上，狄英就自曝说，儿子一直到12岁才断奶。本身正常孩子应该在7-8个月，最迟也就1-2岁的时候可以断奶，但是这个12岁实在令人难以相信，也让人难以接受。并且狄英透露，当时已经15岁的儿子依然很黏自己，感情好到每天晚上都要抱着妈妈才能睡。直到狄英发现自己的儿子开始有了第二性征，他才开始意识到15岁已经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了，这才拒绝再让儿子抱着自己睡。连狄英丈夫都不少抱怨，甚至跟儿子说，把妈妈还给我吧，你睡很多年了。更难理解的是，他还觉得自己的儿子到15岁还黏着跟自己睡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。当时在场的嘉宾听了狄英跟儿子孙安佐的行为，大概都猜到了这个儿子的未来是什么样的。王彩华说，儿子一定要表面表现得很开心才可以生存下去，难怪从小到大孙安佐看起来都像一个乖小孩，性格活泼开朗，其实内心很可能已经扭曲了。尽管嘉宾说了很多，但是他对于自己教育孩子的方式还是不认为有问题。他说，我儿子是要做栋梁的，老公不许介入我管孩子，如果没教育好出了问题谁负责？我不求他有多大出息，只要健康不是败类就好。狄英用爱为儿子筑起了一道坚硬的堡垒，保护了儿子，也禁锢了儿子。为了你，我调整了作息，没有了朋友，每天盯着你吃饭，要求你考更高的分数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。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孩子可以成才，一度宣称儿子以后一定比成龙还红，但事与愿违。2018年，18岁的孙安佐被警方起诉，因为他在美国留学时威胁我要攻击学校，并且非法持有大量非法武器。同年8月，孙安佐被判以羁押折抵刑期，拘禁4个月及一生不得入境美国。台湾媒体以及网友对狄英一家骂声一片。吴宗宪说，孙安佐他犯了一个过错，就是太愚蠢，怎么会在人家的国家讲要恐吓。狄英没有听进去，还反驳，你凭什么讲我儿子愚蠢。孙鹏说，他只是个不懂事的小孩，不知道自己闯祸。在救儿子期间，他们花费了大量金钱与人力，狄英相当豁达，实际费用其实不到3000万台币，钱花了再赚就好。无奈之下，狄英带着20岁的儿子四处做公益，上节目，继续为儿子费心费力。没想到2019年底，网红米莎自曝为孙安佐怀孕，自始至终孙安佐未做任何回应，反倒是狄英一直在否认，双方你来我往，真相如何不得而知。但孙安佐的名声却是彻底坏了，做了不该做的要承担什么样的惩罚。不过除了12岁断奶、15岁才分床的事，另一件事实在很难接受。在孙安佐才5岁的时候，狄英就带着他去参加一个电视台节目举办的情侣接吻比赛，他跟孙安佐两人一直接吻长达
3个小时拿到冠军。在外人看来，迪英的母爱太过可爱，或许是这个孩子来之不易的原因吧。她嫁给丈夫之后，一直到30多岁都没有孩子，费尽心思在38岁终于生下了孙安佐。38岁产子在医学上来讲是属于高龄产子的，所以迪英觉得这个儿子来之不易，自打他出生后便是入青室的母爱，对于他的要求更是只要他开口就能做到的那种。也正是因为这种溺爱，才让他后来走了歪路，对儿子过度的溺爱，极端的控制，无形中培养了一个不成熟的孩子。在人生的棋盘上，他的棋子走得太极端，最后害人害己。这里是娱乐白晓声，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。喜欢视频别忘记点赞关注，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